我也搞不清楚这都是谁对谁啊，反正这是搜狐娱乐，发的一个新闻啊，说这个张丹峰前经纪人呢，必赢名下的企业已经被注销，均为必赢个人独资。那么他们发生过什么事儿呢？这个红星发文呐、啊，这个红星就是图里的文，这个张丹峰的妻子，前妻子吧，现在是不是妻子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说我们不再是夫妻了。随后这个张丹峰回应也发文称，说对，不过了。张丹峰的经纪人呢、啊，立即也发文，就是这边这个啊，疑似是这个女孩子啊，就说你们吵架归吵架啊，别拿离婚开玩笑。你这么发展，我真的就说不清楚了，因为有传言呢，说他俩呢在搞婚外情。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，有什么价值啊？关注这个干啥呀？我也没办法，我这个大思想家也被这种裹挟着，是吧？大家都关注，那我就蹭热度吧。关注我的账号。